哎呦，帅哥，你这么瘦，吃这么大一盆啊？饿了，没办法，怎么办？吃得完吗？不知道啊，吃不完就顶多减两个小时碗喽。哪有信心，帅哥？有，真有？你问的我好像没有了。你这几两啊，帅哥，那么大一盆？不知道哦，他说是五两，可是我感觉好像有一斤哦。只是个盆大而已，不要被这个盆吓到了。帅哥哪里来的？江苏。太紧张了吗？兴奋的紧张。是不是看到这一大盆被吓了呀？那你打算几分钟吃完，帅哥？29分钟吧。那你太低估自己了。来，开始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我看我们7分钟吃完，多得一箱哦。看看你能不能够多得一箱。帅哥，青菜跟粉一起吃哦。看你吃的蛮大口，平时也经常吃螺蛳粉吗？嗯，江苏那边也蛮多螺蛳粉的吧？不是，我们那边吃面。说话。不是吃面食比较多。嗯。那看你的嗦粉技术还蛮厉害的。你觉得辣不辣，蔡哥？还好。哎，你们那边不是不怎么吃辣的吗？是哎，这个辣椒不够辣，还是你比较能吃辣？好像也不是很辣。帅哥，怎么感觉你越吃越多啊？好像是，这个方案会生粉的。螺蛳粉正常的话是会泡发的。帅哥，你旁边是可乐是吗？嗯。你吃这么大一盆粉还不够，还要喝可乐啊？我怕辣，然后有时候要刺激一下自己。哦。饱了，帅哥。有点。饱了，才吃这两口就饱了，那有点难搞了哦。帅哥那么瘦，吃不了也正常嘛，吃不了要投降，没事的。主要你们柳州的东西太好吃了，我还想留点肚子，晚上去夜市街那边吃啊。都是借口，肯定是因为吃不完了。被你知道了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不行就投降吧，我接受你的投降。没事，吃不完就投降，不要紧了，别吃坏肚子了，重在参与嘛。我是不是吃的最斯文的一个？还好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最慢的记录是多少？最慢的记录是28分钟。你要真能坚持到那个，也算行了。他是到28分钟投降了。28分钟投降了？对。那我到29分钟吃完，那就是最慢记录了。你要能吃到29分钟，也是算你厉害了，帅哥。你几斤饱了，帅哥？我已经饱了。那这个的话就量力而行啊。还有这么多，肯定吃不完了。因为这个螺蛳粉的话，其实一般人能吃完的，也蛮快吃得完的。因为到最后面的话，它粉会泡发，会更加饱。帅哥，吃不完就投降吧，没事的。你不是说还要留点肚子去吃宵夜吗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又不想收碗。不用你收，你投降。不投降。你吃不完了还要喝可乐，增加难度哦。就是说娱乐为主啊，就不要太硬撑。其实真没硬撑，只是我不能吃快而已。可以啊。按你的节奏来就好了，帅哥啊！你这也快吃完了，自己感觉一下啊，看能不能吃得完。10分钟了，帅哥加油！我感觉还有几两份，还有一碗吧。啊，一碗都不分分钟了，说不定对对。还有多少，帅哥？嗯，这么多，嗯，差不多了，那就两口了。几分钟了，帅哥？12分钟。你还说你吃一斤？哎，这帅哥感觉有点吃力哦，年纪大了呀。哪能跟你说？你年纪大，我们这个年纪大，你算什么？我86年。你把你那个帽子丢掉，就年轻了，知道吗？我都是戴了帽子才显年轻。戴的帽子不显得年轻，知道吗？几成饱了，帅哥？8-9成。嗯，一瓶可乐都被你喝完了，帅哥。你可能如果要是失败的话，就败在这一瓶可乐上。不可能失败，太小看我了。不可能失败啊、哦。嗯，可以。还是有点信心的哈。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你的意志力有多强哦。嗯，加油啊，时间还有，不要着急，就几根青菜了吧，就剩一碗，那没多少了，一根根吃都来得及啊，就剩两口哈、哦，还要去吃宵夜啊，帅哥。对啊，我就是主要就是怕，我怕我待会吃太撑，待会没东西，待会要吃。哎呦，那你也是能吃哦，吃完这一盆还要去吃宵夜。打算去哪里吃宵夜啊，帅哥？待会还是风情港啊，那边也确实蛮多小吃吃的哦。对啊，所以好纠结啊，我只有一个肚子啊。我估计你这个情况
可能待会是吃不下了，有心无力啊，蒜头。就剩两三口了，加油！捞了起来就捞嘛，捞不起来就算成功。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吃宵夜的话，我下次来挑战你八两。我今天晚上因为约好了，因为我明天要走了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吃那个东西。吃哪个东西了？螺蛳粉。还吃螺蛳粉？吃个螺蛳粉还要吃螺蛳粉？这样可以吗？你捞起来要的话就吃，不能浪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能浪费。阿姨这个话说的对。老婆找你了，你等到你老公准备拿几箱螺蛳粉回来。瞎搞，这个不是我老公。阿姨，阿姨，瞎搞。微微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不是你老婆吗？可以了，这个。得了，捞不起来了，还捞得起来你啊？我这个碗是宝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可以了。成功吗？成功了。你还想吃吗？真的是。不吃了。哎，18分52秒，挑战成功，恭喜你，帅哥。好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就好。嗯。还说吃八两，五两吃的都餐具。我还要去吃下一场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再来。好吧，下次再来。嗯。